义者，真实之道理，此道理为诸法中第一，古人第一义。那第一义就是说，这个理在一切法里面，它是第一。啊，第一义就是真理。啊，你看，看其他的名词，意思就懂得了。啊，真谛就是真理。啊，圣谛就是真谛。啊，圣义谛，圣是殊胜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也叫做真如，也叫做实相。实相就是真相，我们讲本来面目，啊，又称为中道。佛经上这一个意思所用的名相啊，几十个，这是略举几个。佛讲经教学，同一桩事情，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名词术语？这是佛教学的艺术，教学的高明处。佛不主张执着名相。啊，所以名可名，非常名，中国道家所讲的大乘佛法也是这个说法。大乘起心论上教给我们修学大乘的态度，说了三桩事情。第一个，不执着言说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这是名词术语，不执着啊，它是用，是一种手段，方便的手段，不是目的，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第三，不执着心缘相，心缘是什么？我读到这段文，哎，体会到里头的意思啊，好，但是怎么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啊。为什么明天读的时候又有些意思，到底有多少意思呢？无有穷尽，你慢慢去体会。一着相了，完了，着相就一个，不着相是无量意。为什么？自信嘛，自信就是无量的。这些名词全部是形容自信的，自信是第一义，自信是真谛，自信是圣谛，就是真心呢。 啊我们讲真心不是妄心，自心就是真心。我们起心动念的分别执着妄心啊，真心怎么？真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它有无量意啊。你每一次遇到它都不一样啊，所以一念一部经，一部经真的念，把它的真实意念出来了，你不会想念第二部经，你这一部经一生念到底。为什么无量意？为什么无量意？所有一切经都在这一部经上，
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不要说一部经，前面讲过，一句名号，阿弥陀佛，无量意啊。阿弥陀佛这一句是无量经典都在其中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